你们花了好久啊，我都等得不耐烦了。一共就那么几段记忆，我还特地安排了人指引你们，怎么会用这么长时间啊？哎，吓着了？<笑>不好意思，想给你们个惊喜。嗯，好吧，有点过了。你是谁？ 找谁见到我都问这句话吗？我是你们的班长啊，样子又没变。哎呀，可恶，每个人都来这套。你和班长很像，但他不会这样。说到底还是不习惯呗。嗯，他们喜欢跟你聊，你来跟他们解释吧，不许说多余的话。啊， 嗨 ，Kiana， Bronia， 你们都还好吗？班长，都说了不许说多余的话嘛，要公平竞赛，你别作弊，告诉他我们是谁就够了。 我是之前依附在你身上的那片鱼渡尘，他是被奥托杀死的那个浮华。怪怪的，不过还行吧。你对班长做了什么？喂喂，干嘛呀？我只是让他休息一会儿罢了。布罗尼亚不能相信你。 为什么？你的企图并不简单，Bronia知道，Bronia看得出来，为什么要造一座假的太虚山？为什么要让我们看班长的回忆？还有，为什么要用那位姐姐的形象欺骗我们？你明明可以光明正大的现身，不用绕这么大的圈子。第一，太虚山可不假。 我只是针对你们的意识做了点修改，好把我设计的情节放进去。这自始至终都是真正的太虚山呀。第二，我希望你们更了解我。我从前是个闷葫芦，什么都不告诉外人，以至于惹出许多事端。哼，现在我幡然醒悟了，我会对你们很坦诚。以前的失败、错误，执迷不悟，我都会让你们看清楚。这样。 你们才能做出公正的裁决嘛？裁决？第三，你们还关心这个？做戏就要做全套，但恰好我脑袋里有一个被封印的家伙。第三，你们还关心这个？做戏就要做全套嘛？我亲自给你们引路，这出戏不就谢底了？但恰好我脑袋里有一个被封印的家伙，原因我忘了。 但他拥有一套完整的虚拟记忆和人格，你不该这么做。于是我就用上了，我尽可能给他充分的自由，这才叫演戏嘛！你们都没识破，对吧？可是为什么？你戏耍我们。 你的目的是？啊，戏耍？我怎么耍你们了？你们有受到伤害吗？有遇到危险吗？你们全程都在我的监控之下，一点点出事的可能性都没有。结果你们就用这样的敌意来回馈我，不要被误导了，Kiana。这家伙和我们是一样的。而且，我们要夺回班长。哦，你们这是要对我动手吗？好吧，只有拳头才是硬道理。不给你们点教训，我看你俩是不会乖乖听话的了。
已经就位。 绿者，原来如此。瓦尔特居然把核心给了你。 合起来，结果也不怎么样嘛。<笑>不怪你们，是我太强了，完全没有空隙。我连雨都尘都被用上呢。Kiana、Bronia，这才是你们班长真正的实力，知道吗？我已经焕然一新了。该怎么做？ 时刻到了。嘘，晋升，是我。他正在信头上，暂时忽略了我。听好了，Kiana、Bronia，他是一个绿者。果然是这样，他的能力果然来自于崩坏。嗯，不打了吗？ 他持有的那具身体是我的，似乎我的记忆混入了绿者人格，让他误以为自己也是我。嗯，你们在干嘛？Kiana，你和班长讨论对策，不让你俩去拖住他。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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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，破，重装小兔。 Right on！ 你还要打啊 ，Kiana， 你不上吗 ？还是 Kiana 比较懂事。也罢，我刚刚也琢磨了下，两个裁判其实有点多。 听我说 ，Kiana，Bronia 支撑不了太久。一旦对手觉得无聊了，他就会发现我正在做的事。那个我，拥有全盛期的力量，再加上绿者的能力，是一个无法力敌的对手。要解开这个困局，唯有智取意图。我该怎么办？你要质疑他。 质疑他，他怀疑自己是我
他相信自己是我，他逼迫自己是我，这是他一切行动的根基。但究其根本，他只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孩子，他还存有善意和理性，崩坏还没有完全控制住他。如果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以为的那个人，如果他明白自己真正的身份，他会慌乱，也无法正确地施展律者的能力。届时他露出的破绽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不过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摧毁他，一定要小心提安娜，不要把他彻底推进崩坏的深渊。希望来得及。嗯，来得及什么？奇怪，布罗尼亚好像……老古董，别这么叫我。哎，你在啊？当然。刚刚把你忘了吗？以为你乘机逃跑了。你没跑吧？是我想多了吗？我不是还在吗？哦，没事。谢谢你，凯亚娜，我知道你是信任我的。他睡着了。嗯，他太拖大了。第一律者的力量是那么好操控的吗？看看那几个男人都是什么下场。让他休息吧，别硬撑。嗨，反正有你就够了。事情很简单，我和这家伙有点分歧，想让你来主持公道。你认为谁才是真正的浮华？真正的班长被律者控制着，他能为我提供的帮助有限。他是占据了班长身体的律者，目前他还没有被崩坏控制，要救出班长就得想办法让他产生动摇。用直觉来判断，你觉得呢？是这个更强更果断更有理智的浮华，还是那个老古董？该怎么做？什么？你选他？这不公平。世上什么时候讲过公平？怎么不公平了？你要我来做出裁决，但我对你根本一无所知。你让我看到了许多班长的过去，但又说自己已经焕然一新，我还是根本不了解你啊。我知道的，只有你在这座太虚山上设下陷阱，愚弄我和布罗尼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怎么可能给出公平的判断？你说的对啊，我本以为你会选他呢，毕竟人免不了先入为主。但是，哇，是我不好，Kiana，我应该先介绍自己才对，至少应该让你知道我和那个老古董有什么区别。醒醒，你睡得太久了。
我是你的本我好吗？是最原始最本真的你。你是谁？好好回忆一下，你是这里。是你成为绿者的那一段时间，要向你展示我和过去的不同，最好是让你亲身体验，不是吗？看，过去的我受了奥托的蛊惑，为他干下许多邪恶勾当，原因不过是一次救命之恩，加上对火种计划的执着而已。可是转念又想，火种计划当真很重要吗？不见得吧，让人类自由生长，结果也未必会很糟。遇到困难就去克服，人类不就是这么成长的吗？火种计划的本质，我看只是梅博士的自大罢了。至于救命之恩，哼，就算他不出手，难道我就对付不了了吗？有什么话你也可以说，觉得我不对就补充，正好皮安娜也在这里。不要再说过去的事了。可你就是活在过去的人。过去的我会为了所谓的未来希望胜利执行别人交付的计划，不问缘由，不理结果。别人对我说你走这条路，我就照做，把思考的任务交给梅，交给奥托。可你知道放弃思考代表什么吗？代表逃避责任。我不会再逃避了。这次复活后我想了很多，换作是我才不会对那个黄毛小子唯命是从。丽塔，这女人是天命的忠仆。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她到底是什么人，她真的有自己的主见吗？已经就位。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，以前的我就是不明白。如何，差距是否显而易见？可是后来班长也为了我们挺身而出，和丽塔一哼，他那是见风使舵，和我能比吗？我总是考虑周到了再动手。过去的我还有这个毛病，做什么都不坚决。不论做什么我一定贯彻到底，绝不会让自己后悔。真的吗？那当然，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我可不会犯下以前的错误。那么当时如果是你会怎么做？你也知道那时发生了什么。第二律者的意识战胜了我，当时的我是世界最大的威胁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应对？这一步走得漂亮，提安娜。依照这个人的性格，我猜，的确，如果是我的话，应该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你。当然了，那时候的我比现在要弱很多，但
不要怪我。你不相信人类可以控制绿者的力量吗？只要成为绿者，就一定要除掉吗？战胜绿者什么的，奥托也把他挂在嘴边。我不相信。不，我不是不信，而是……不对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反正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当机立断，尽最大力量消灭绿者。我不能冒险，才不会冒险。好吧，你打败了我。之后呢？之后，之后，我就要消灭奥托这个祸患。他根本不算什么，不过是梅博士的一个工具，他连梅的脚后跟都及不上。就是这种人将全世界玩弄于股掌，与我多年，他根本不算什么。啊，这样啊。对了，他也能拟似出与杜尘。该死的虚空万藏，真该死。可恶，这明明是我的环境，就算是追求真实，也不应该让他摆了一道。他算什么？班长，是你吗？我没有太多力量，只能这样了。辛苦了，キアナ。这一次，总该是最后了吧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怎么样，凯亚娜，够了吗？你强硬的那一面我已经充分了解了。你的语气很奇怪。
但是那是作为敌人，作为战士的你。平时的你呢？在天穹市的时候，我曾和班长一起生活，我见过他温柔的一面。那时他失去了身体，力量也所剩无几，但还是想尽办法帮助我。换作是你，你会怎样呢？我当然也会竭尽所能的帮你啊。不过我还蛮难想象自己没有身体的样子。哎，我现在这么强大了，这种事情根本不会再发生了。我可以为你复现那个场景。你又来了，我一忽略你，你就突然冒出来。不过好啊，就试试看吧，我把力量借给你。这什么地方？神城医药，是世界蛇借以藏身的医疗机构。我和 Kiana 为了截获重要的情报，曾经尝试潜入这里。哈，潜入，这我最拿手了。宇都城的能力可以让我们来去自如，神不知鬼不觉。来吧 Kiana， 随便找一个敌人试试。不对，这家伙不是人类，我的能力对他无效。你让我们暴露了。哼，有什么关系，消灭掉不就好了。潜入的本质就是没人发现你来过，全杀光也是一种，看我的。我不是第一次对付世界蛇的喽啰了，经验丰富的很。这段经历里好像有那个叫胡狼的吧，要不要我把他也变出来玩玩？我见过他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班长那时很虚弱，他没办法像这样与敌人正面作战。对不起嘛，我也不想的，可是我真的不习惯假装虚弱。你无法理解弱者的感受？也不是，应该说我根本不想成为弱者。这或许就是你和他最大的不同吧。没错，过去的我力量很强，却是个弱者，而我不是。不论谁挡在我的路上，我都会打倒。我想要的一定要得到。如果事情不如我所想，那我就把它变成我喜欢的样子。因为你拥有力量，所以就要使用它吗？我认识的班长浮华，他是一个能够理解弱者的强者。都说了我不是他，你要考虑的是我和他谁更好。你想说你不是浮华吗？我当然是，但我已经变了。为什么你们都抓着过去不放？我不比他更好吗？他做成过什么事吗？没有，他做什么都是失败失败失败。而我呢，我做什么都会成功，我能杀死奥托，我能战胜凯文，为什么不欢迎这个新的我呢？
也许你比班长更好更强，能够打赢更厉害的敌人。你可能是一个更出色的班长。嗯，但你不是我们的班长，你问错了对象。在你面前的两个人和你轻蔑的那个浮华曾经朝夕相处，我们是他的朋友。我们不在乎浮华应该是怎样的人，能够成为怎样的人，我们喜欢的就是那个浮华，只是那个浮华。我们的班长，你是没办法替代他的。这是回答吗？这就是你的答案？你选择他？你选他？我不是浮华，他才是。这就是你的回答？你这个白痴！就决定了，对不对？你根本没有认真对待过我，从来都不是什么选择。还有他一直在帮你，你们。原来只有我还想着，真不公平。好啊，你要那个浮华，我还给你，还给你。你不是要他吗？你们都要他，我还给你。班长，解开了，提亚娜。对，你也要死了。不会再分给你哪怕一点力量，除了我没人能救你。去死吧，去死吧，你们都去死吧。不要在我身上浪费力量了，提亚娜，还有更重要的威胁。对，别白费心思了，宇渡城可没那么简单。不，还有一个办法，还有一个办法，班长，就是夺回你的身体。提亚娜，她太危险了。也许吧，但我不会再让身边的人离开了。白痴，你们在演什么啊？偶像剧吗？真恶心。看来老古董也不是什么都跟你说啊，提亚娜。你想救他？别说你根本没机会赢我，就算你赢了，救他也是痴心妄想。这具身体是我的，以他现在的力量想占据我的身体，门儿也没有。但没有我的身体，他的力量就恢复不了，明白吗？这是个死局，死局，他死定了。白痴，好啊，你想打那就打吧，本人奉陪到底。提亚娜，老古董，既然你俩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动真格的了。对朋友我宅心仁厚，对敌人从不手下留情。这就是完全的赤渊，完全的浮华，完全的我。
復活してから今まで敗北を味わったことなの。キアヌ、あなたの強さはオット、ケビン、デュランダルと比べてどうなの。自分の力を思い知れ、バカ者。重视公平，你用枪，那我也用枪，我要你输得心服口服。这是长柄的，反正都是枪。
这是真正的剑气哦。手舞一镖，过来呀！飞剑纵横。冷静下来了吗，提安娜同学？看，这就是你和我的实力差距。你赢不了我的，你赢不了。想吧，这一战有什么意义？结果能有什么变化？这个世界需要的是我的力量，是我。
会输给我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有我在，提安娜，你对我造成的伤害，我只要一眨眼就能复原。而你呢？你越来越弱。给你个忠告吧，提安娜，永远不要招惹钱文明的融合战士。没错，我会守护你。你以为这样就有机会赢我？白日做梦。班长他没有放弃，那是因为我手下留情。会守护你。嘘だ、ありえない。あなたたち、ちゃんと言うことを聞きなさい。くそ、あなたたち、このバカ、たわけが。邪魔をする。どうしてあの役立たずを助ける。どうして。そもそもあなたたち、愛者のくせに。これは委員長の。ギアナ、力を抑えて。教えたことを思い出すの。神なるもの、変化の極みなる。万物に妙にして剣を持ち、剣を持って離すべからざる者なり。退去剣気。Thank you.
チャンスをつかんだ。ここまでだよ。くそ、嘘だ嘘だ嘘だ、ありえない。あなたたち、ちゃんと言うことを聞きなさい。力を抑えて、教えたことを思い出すの。神なるもの、変化の極みなり、万物に妙にして善を成し、剣を持って話すべからざる者なり、開挙剣気。律者は私に任せなさい。元凶はもうすぐ解除される。もう帰って。今回はおそらくさようなら。待って委員長、他にも方法が。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。しかしこれが私の使命。聖衛仙人、
僕は嘘をついてない。私はたくさんの裏切りと嘘を味わいました。院長、私は嘘をつかないよ。律説はここまでのようです。信じてくれた人も私のせいでいなくなりました。私は強いからそんなの心配ないよ。どれだけ努力しても歳月の流れにはかないません。結局私は一人ぼっちです。一人ぼっちにさせないから。うるさい。ならもう一度倒せばいい。私から逃げるなんて許さないから。这里有没见过的颜色？有。您坐标拟定，发射。请快解决眼前的麻烦吧。歼灭模式。有破绽。结束，给我们的数据打个勾。这里有没见过的颜色？锁定目标。来吧，星落一剑。谢谢你，骑士先生。您坐标拟定，感受到万有引力了吗？歼灭模式。有破绽。接招。哇，好高！怀里的世界很美，希望你能喜欢。这就是我们的注意平衡。抓到你了，交给我吧。小光，长明。谢谢你，骑士先生。您坐标拟定，模式解限，启用超载运载。歼灭模式。有破绽。
一次我们会去哪里写生呢？这里有没见过的颜色呀？明坐标拟定，发射。砰！抓到你了，交给我吧。集中。漂亮的颜色。啊！哼！集中精神，星落一剑。啊！好高！冥币发落点已经感受到万有引力了吗？歼灭模式。稍易符合预期。这里有没见过的颜色？哼！明坐标拟定，发射。检测到异常能量，不通。抓到你了。集中精神，小光，朝明，哼，集中。谢谢你，骑士先生。坏笔，臣服于我。冥币发落点已经感受到万有引力了吗？用拳头说话。这种结果，我并不意外。